宇航员从高度400公里的空间站回到地面，这回家三个小时的路程，他们都会经历哪些惊心动魄的步骤？通过下面这个 3D 动画带你们身临其境感受一遍。机组人员在空间站度过了6个月的时间，是时候让航天员回家了，他们将进入